北京时间10月12日凌晨，欧洲国家联赛 C 联赛第一小组，以色列主场2-1逆转击败苏格兰取得首胜，苏格兰则遭遇首败，穆尔格鲁为苏格兰点球破门领先，佩雷泽第52分钟扳平比分，苏格兰的苏塔尔第61分钟被罚下，第74分钟第尔尼兹摆乌龙，以色列取得胜利。以色列在欧国联首轮交锋中客场0-1负于阿尔巴尼亚，而苏格兰则在首轮2-0主场击败阿尔巴尼亚。本场以色列由达布尔和萨哈尔联袂锋线，中场则由纳乔坐镇，苏格兰由纳史密斯和拉塞尔搭档锋线，麦金麦克唐纳出现在中场。第8分钟纳乔角球传中，达布尔抢点头球攻门稍稍高出横梁，第20分钟纳乔传中，佩雷兹小禁区内的头球攻门被门将化解，第23分钟佩雷兹禁区内侵犯奈史密斯，主裁判果断判罚了点球，随后穆尔格鲁操刀主罚命中左上角，苏格兰1-0领先以色列。第32分钟达斯塔传中，达布尔抢点头球攻门撇出左门入外，第35分钟纳乔传球，萨哈尔攻门打飞，半分钟后达布尔传球，恰亚尔远射被门将挡下，第40分钟达斯塔传球，萨哈尔的攻门击中右门柱弹出，随后恰亚尔分球，纳乔远射打飞，第52分钟陶瓦塔的传球撕开对手防线，佩雷兹禁区中路攻门命中左下角，以色列将比分扳成1-1平。第61分钟苏塔尔累计两张黄牌被罚出场，苏格兰场上只剩10人应战。第65分钟达斯塔传中，陶瓦塔小禁区内的攻门击中横梁弹出，第72分钟纳乔传球，达斯塔禁区右翼攻门被门将挡下，第74分钟蒂尔尼不慎自摆乌龙，以色列2-1逆转击败苏格兰。出场阵容以色列 3-5-2 门将1号哈鲁什后卫，12号耶尼，21号蒂比，20号本哈鲁什中场，2号达萨，8号佩雷兹，6号奈乔，7号贾亚尔82分钟，11号埃因宾德，13号陶瓦塔76分钟，16号埃塔尔前锋，9号达布尔，14号萨哈尔46分钟，19号萨巴，苏格兰 3-5-2 门将1号A克格里格尔后卫，5号穆尔格鲁，46分钟14号麦肯纳，4号苏达尔，3号罗伯逊中场，2号奥多纳，8号麦克唐纳，11号麦克格雷格，7号麦金，6号蒂尔尼前锋，10号拉塞尔，67分钟17号弗雷斯特，9号奈史密斯76分钟，18号麦克伯尼。